他的眼很肿啊，不是我们系里面的，是的，是林雪，林雪，林雪大哥。那这个算姜老师猜对了啊？哦，好好好，我认了，华哥。哎，你说刘德华，我说任德华，华哥，任德华。OK， 好。那我们那个朋友再加油喽，一二三的。刘德华大哥，嗯。嘉东哥，不要唐嫣。唐嫣，为什么我就放这个照片呢？你不能选一个我的男人形象警察的照片？我们回头后期给您加一个。好，谢谢。我林家栋。那我们的胜负已经很明显了啊、哦！这个照片也很经典，很经典。我们在接下来采访当中，您可以指定冯燕老师一个事情，你看他会做什么？你能做什么？有什么可以，家栋跟你说吧。你要离开，我都离开了。不是。现在要做吗？做，现在做。做，不说。可以啊，你先访，你先访，我做。OK， 好。好。哎，我还没有说开始、啊，我就准备好了。哎 ，OK， 来，你就要撑住。嗯，刚好最近宣传都没有锻炼。好。我重新开始啊、哦，那我还在一边，我要开始热身。啊，准备热，王八，嗯，哎，认真一点，一下、嗯。这个是瑜伽吗？开始了吗？没有啊。我们只有25分钟，我可以撑到。我知道啊，看看，嗯，多厉害！开始。二，就数三下，三可以了，三 ，OK， 好。厉害，厉害！我们第一次看到啊，翻滚吧，阿星，阿星不光是这样子。跑到位了，跑到位了。